今天有好看的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天心阁，我们先逛这边啊，待会再到大陆广场地上去逛。我们现在就往上走，带你们看看天心阁这边是怎么淘宝的啊。你看就跟到公园一来一样，它这里环境就跟像公园一样，这个草地上面全摆在这个草地上面。其实我很喜欢像这种很自然跟自然贴切的这种古玩市场啊，或者这种淘宝的地方。看没，它不是像那种很人为的摆在那个做好的古玩市场摊位那种，它是很随机自然的，就有点像古代的咱们逛街那种感觉啊，很随意的。包括嘉兴也是那样，嘉兴靠着湖啊，这个风景很好，所以这种淘宝的心情会不错。要一个 W， 湖还可以。找不得，早上开个张嘛，我们也是随便买一买小东西的。开张是不能亏本的。这个釉里红的，这个裂了，有个窑裂。釉里红的中期的了，这是中期的一个大碗。这种可以吧？待会这个我跟一起谈一起买，可以吧？这真差不多了，一起谈一起买。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再一起再说。合适的可以搞一个去。这个我也是诚心诚意买的，你不能不还价吧？你不能说开个价不还价。我有玩一点点价，但是还不了多少。这块钱不要争了，我跟他很爽快的。以后我们做生意不止几十块钱生意，生意几千块钱的生意不会这几十块钱了。再说，你买了点小东西，我们往前走一走吧。刚才干了两件东西，这里面好多杂项啊，碰到几比较精美的杂项，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点。但我明显感觉到现在老货的价格比原来还要贵了，原来天津阁这边卖的挺便宜的，现在吧东西比较少，特别碰到一点好东西，他们有时候买的价格比我都贵。这是一个咸丰广彩人物的一个茶品，看品相有没有什么毛病。这个得要多少钱，老板？这个4500。就这么高啊？2000行吗？地摊上面的东西真贵啊，真贵啊！看看完整不？磕了，有点磕。你说先，这就是品种还好，谈的价嘛，好一好的价嘛。这是老康的嘞，是不是？这老康的青花加五彩，还有鱼虾纹的。你眼光一流的，眼光一流，价钱不一流啊。价钱一流，价钱一流，你开价，这么一点点。那全品的，我绝对给你买走。磕了3个地方。本田五块，这个啊，不是这个东西，我知道康熙的。现在在这里只能买点残的了，完整的都看不到，关键是看不到。价格高，有时候我也能买得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包起来吧。哎呀，反正无所谓。成交，成交。这个东西看着还可以玩一玩的东西，虽然残了。你说起来，皇家汇的东西性价比可能也还可以啊，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，至少比在这里买大几千一万的东西要好。哎呀，我今天就买了2，什么也没买到，我现在想走了。好了，我走了，谢谢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大陆那边吧。